们在一起是不逛街不看电影的情侣。確かに。その人がするようなことあんましないな。そう、ちょっと新鮮、今日のなんか買い物デート。確かに。我看到港口，而且我看到那一座彩虹大桥了，感觉是这边，因为我们其实两个人都没有来过这里。跟我想单程30分钟，165日币，到了正确的地方了。你的预约した人は，他这个好奇怪，你看，他是要我拿一个这个东西，然后在我的手机上面盖章。これできた。あ、できた。すごいこれ。面白い。现在是10:35左右，然后他那个票上面是写乘船时间10:45，所以其实是45才开始乘船。因为一般日本你买车票啊、船票，他们通常都是写那个出发时间。お台場はなんかデートスポットみたいな。船じゃなかったらモノレール。モノレールも結構いいよ。これが東京ベイ。ここがあの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時のなんか水泳の。そ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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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いつあまり綺麗じゃないけど。だからすごいよ、あのみんな。我觉得东京は有名的，就是它的海多美，是整个就是整个氛围很好的感觉。すごくない？这是我们今天要坐的来自未来的船。它这个船舱非常的宽敞，很像餐厅。跟我想象中不一样，我以为会是那种一排一排的椅子。あの船じゃないみたい。我们出发了，ゆっくりって感じ。ゆっくりだから髪の毛パーってならない。いや、俺もそのイメージしてたんやけど、大丈夫やわ。観覧車もある。うん。台场在现今是东京的人气观光景点。但你知道它最初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吗？1853年，美国人 Perry 打破了日本幕府政府的锁国，突然出现在东京湾，实在是吓死当时的日本人啦。所以当年的日本政府呢，就下令要加强海防，并建设了好几座台场。是的，台场呢，其实就是用来架设炮台的哦。庆幸的是，这些炮台一发都没有发射，日美就签下了和平协约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台场地区是在战后的昭和年代1963年泡沫时期填海建立的，填海作业大约花了17年才完成哦。我们已经到了，我还没有坐够哎。お台場で作った都市。そう、埋め立て地。いや、だいぶ前やと思う。我觉得台场啊，就是一个你明明在东京，但却很感受得到那种悠闲的感觉的地方。你厌倦了东京忙碌的生活，就可以来这个台场散心一下。東京住んでる人は気分転換したい場所に、ここ来るのはすごくいいね。東京でたまったストレス全部お台場で発散する。我们现在要走路先去 Diver City Tokyo， 它是一个 shopping mall， 就是你可以在那边逛街吃饭。它就是除了像日本国内还有很多海外的品牌，有休闲服饰啦，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创意的东西。然后我看有人分享，好像也有那种就是你可以玩的地方，就基本上你可以待上一整天的那种 shopping mall。而且我们从下船那边走过来，どれくらい歩いた？近いよな。10分かからない感じ。然后我还超想看的是他们家门口的钢弹，不知道你们看的钢弹是哪一个版本呢？我是看钢弹 seed 长大的。初めて。我们真的超少这样约会的。あんまりな、こういう買い物のデートしないよな。あんましないよ。俺もそれね、思ってた。我们在一起是不逛街、不看电影的情侣。確かに。普通の人がするようなことあんましないな。そう、ちょっと新鮮、今日のなんか買い物デート。確かに。いつも何してる？でもなんか割とどっかいろいろ行ってるね。めっちゃ可愛くない？めっちゃ可愛いよこれ。
哆啦 A 梦未来百货商店，它就是重现了哆啦 A 梦在未来世界会买它那些神秘道具的店铺。哎，可别看哇伊，冒了吗？冒了吗？哎，这都一个了。我那边尼克雷嘎的，它是每个文字都有它那个文字开头的道具。哎，它还有出领带，这好好看哦！就是你不会太小朋友，这个大人也可以用，很有那种童趣的感觉。这个而已，这可以做鸡蛋糕，它可以做哆啦 A 梦的鸡蛋糕。很认真，这个金币超可爱，它后面还要选一个。2022，我觉得其实你找一个游戏不玩，你把它带回家做纪念也可以。说这个你玩就好，结果他玩得超开心的。对啊，我竟然在这里找到唐吉诃德，这边很特别，它是 Kira Kira Donki， 它就是特别收集了那些 Instagram 上面特别红的一些商品，是会让你想要 hashtag 的东西。Donki Hode de Dona Dokoro， 何でも揃ってるところ。どっちの方が食べたい？食べたくない。え、そうなの？写真撮りたい。これ子供の時からあったやつ。よっちゃん。超級便宜。昔は10円やったから。花の油。やばい。これヒロキ絶対いっぱい出るわ。超有名的天妇罗董饭，好使人金子半支柱。它这里的 food court 啊是来真的，一般 food court 就是你简单方便，然后味道也就不一定嘛，这种感觉。但是这里啊是有很多就是名餐厅入住在这边。社会的天妇全部これ食べ歩きした。だってこれ秘伝のタレって書いてたね。めっちゃうまい。絶妙なサクサク感。そうそうそう、ちょっと超サクサクじゃなくて、そうそうそう、タレがついてるから、そう。ちょいサクね。这一间店是有很多和风小物。可愛い。私感じる。すごい。これすごいな。ヒロキもお弁当？学校に持って行ってた？持って行ってた。毎日持って行ってた。本当？何が入ってた？卵焼きとウインナー。代表的なやつやな。这些都是用杉树做的便当盒，我发现，这好像是他们家自己做的，就不是跟别人买的这样子。哇，すごい。侧面长这样。これもあの味噌汁とかも美味いね。これめっちゃ軽いわ。うん、めっちゃ軽い。これ柿から色取ってる。すごい、びっくり。这个是日本人包的红包，它不是用白色的布比较多，白色的纸。我想买筷子，一双筷子176日币。安いね。めっちゃ安い。いや、黒っぽい方がいいんじゃない？我选的是差不多颜色的，因为你到时候一定会就是混在一起嘛。它还有卖木屐，然后哦，它的材质
是榻榻米。现在本当に畳で歩いてる感じする。マジで？有点累。有点累。逛街有点累。逛街有点累。买的我好累，我每家都买。Baby， 我们在几楼？就几楼？几楼？五楼。我最近真的好きになってきたな。我以前真的是只知道 Roxy， 去年跟 Hiroki 开始冲浪之后，我才发现有这个牌子 Billabong。我想逛泳衣，哎，好好看，它这个紫的，可爱。拜拜。我觉得这帽子蛮好看的。哦，いいじゃん。サーフィンうまそう。サーフィンうまそう。嗯。原理。いい。あ、こっちの方がいいわ。買います。晚上的钢弹更帅，我觉得更有立体感。夜の方がかっこいい。晚上的富士电视台，我有查到那个富士电视台啊，它那个球体是可以上去的，就可以看景观什么的。但是我发现它只开到6点，然后我们就是逛街逛太久，这已经上不去了。我们预约了一间就是可以看到东京湾的美美的餐厅。傻眼，我们坐进来发现那个彩虹桥没有点灯，我上网查是9点前，它是9点关灯嘛。好奇怪。那时候一个卡达西，啊 ，Rainbow Bridge 全然光ってないからね。そう。なんか土日しか今光らない。そう。私たちはこういうふうに失敗しないとね、みんなが失敗するから。ああ、確かに。みんな土日に来てくださいよ。バイ。外面超舒服的，几个都没改名。いいね。这边真的是一整排啊，都是这种可以坐露天位置的餐厅。No.